今日請柳爺你上嚟咧，其實好想同你認真咁討論一下，你覺得如果我走去選立法會攞咗湯家驊嗰席，有冇勝算？唔係，首先你選立法會同攞湯家驊嗰席咧係兩回事，你搞清楚。O、okay. K， 首先你去選，應該就勝算是零的。嗯，多謝。係，咁就更加不用講攞湯家驊嗰席啦。有咩分別咧？即係諗都唔好諗。哦 ，O K。係啦，我諗你可以死咗條心。咁即係冇分別啦，即係總之就係諗都唔好諗啦，兩樣都係。係啦，即係你有幾多 YouTube subscriber？ 19万几。19万几，你覺得可以攞到幾多票啊？我覺得。你係咪攞19万几票？你覺得？即係嗰19万几全部都住曬新界東嘅，但係冇 YouTube 選區呢樣嘢㗎嘛？你係啊，冇啊。可能佢哋係分散喺唔同嘅選區啦。第一，可能佢哋喺黃江啊。你冇地區工作啦，嗯、你冇蛇齋餅種派啦，係、嗯、嘛？你出唔起錢啦，應該。點算？我初頭仲諗住揾你擺喺我名單嘅第二位添啊，諗住吸下啲選票。但係你要明白你嘅形象，你個名單第二位通常係一個女仔嚟嘅。哦，係。就幫你煮嘢食啊。哦，或者是即係即係 BB 嗰啲嗰啲女仔啦，好係啊，所以你可以直情死咗條心，我同你講。咁嗱，但係我如果咁樣，我為咗扭轉呢個局勢，我加入民建聯咧，你得嘅呢個得，即係天都光曬嘛！突然間，因為你其實我好奇怪，以你嘅造型、你嘅長相，即係你相學上嚟講啦，你根本係應該喺民建聯嗰度出現，而唔喺 YouTube 上面出現去即係講呢啲嘢。係啦。是啊，我覺得是一路都浪費了你這個人才。是啊，民建聯很需要你。嗱，李慧瓊，我呢就在你那個土瓜灣那個辦公室上面而已，那你快點找我。水彈那個就是他了。沒有，沒有，我根正苗紅啊，記得找我了。